大家好，这里是真佛天空新闻台延伸活佛文集网络读书会直播，今天是第889集的播出，祝大家圣诞节快乐。我们现在播放的是关岛的浪涛，我们重新再播放摘自师尊文集写给大地。师尊旅游美国关岛，他的心他的一种心得是怎么样，我们来一起来欣赏。海水与蓝天是共同一色的，海打在礁岩上就变成了飞花，看那云集是一幅天然的图画，心事总是如此的飘渺，何时才能算是真的毫无牵挂？拨动日月，这种事很难去紧抓，也不用惧，不是乱想了，从来不知何处是真正的家，诗歌也是真意，不知是中斗，不知是中卦。海水与蓝天是共同一色的，海打在礁岩上就变成了飞花，看那云集是一幅天然的图画，心事总是如此的飘渺。欢迎大家一起来做读书会的直播分享哦。何时才能算是真的毫无牵挂？拨动日月，这种事很难去紧抓，也不用去，不是乱想了，从来不知何处是真正的家，诗歌也是神意，不知是中斗，不知是中卦。海水与蓝天是共同一色的，海打在礁岩上就变成了飞花，从那雨季是一幅天然的图画，心事总是如此的飘渺。这首歌摘自师尊文集写给大地哦。我们再来唱一次，同时正在做读书会的直播分享哦。海水与蓝天是共同一色的，海打在礁岩上就变成了飞花，看那云集是一幅天然的图画，心事总是如此的飘渺，何时才能算是真的毫无牵挂？拨动日月，这种事很难去紧抓，也不用去，
胡思乱想了，从来不知何处是真正的家，是歌也是声音，不知是中斗，不知是中光。海神与蓝天是共同一色的，海打在礁岩上就变成了废话，看那云气是一幅天然的图画，心事总是如此的飘渺。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们做读书会的直播分享，祝大家还有师尊师母一起圣诞节快乐。何时才能算是真的毫无牵挂，我懂日月这种事很难去顶撞，也不用去胡思乱想了，从来不知何处是真正的家，是歌也是声音，不知是旧友，不知是中华。海水与蓝天是共同一色的，海打在礁岩上就变成了废话，看那云气是一幅天然的图画，心事总是如此的飘渺。大家好，这里是真佛天空新闻台莲生活佛文集网络直播读书会，今天是第889集的播出，礼拜五的晚上，祝师尊师母还有大家圣诞节快乐耶、yeah！ 哇，我们圣诞节还加班好，那这个刚好可以，行程上可以哦。看看现场的同门，哇，好多人在 Merry Christmas 的，对 Gary Namaste， 郑雅珍，穆英红，对对，徐雅芳，吴小丽， Diamond， 张超人， Big Your Own、林秀英，心仪，郑明达，九恩乐，俊雄， Kenny Chan， 九恩丢，许慧玉， William Go， Harawati Dan， 辉君俊，Harawati， 那 Janet Wong， 还有 Amy Young， Steady Go， Yinin Jen， 陈冠霖，李东代， Koi Fong Wong， 那 Lok Yapo， Xiu Jin， 还有这个黄玉珍，Hugh G Gong， 你们在练，在让我练习讲英文吗？ Joey Lee， Vicky Fan， 还有约尤俊，那个 Yu Mei Lai，好，再来是 Sherry Ju， Estina Wu， 邓雅珍，叶慧婷，赵素珠， Y Jukin， 心仪，吴如云，陈玲玲，王国慧， Henry Chan， Joe Degan， 徐月一， Katie Brana， 张妙柔，这个 Beck Yo Ong， 林秀英，有没有来的功课，林丽荣你好，心仪，吴如云，还有李东代，傅思锦师姐，甘风丽，陈金顺，Diamond 的功课，慧莲令，穆英红，王国慧的功课，还有甘风丽也上来了， Big Yo Ong， 哇，按到手酸了好，祝师尊师母还有大家圣诞节快乐哦那今天的健康新闻稍微跟大家讲一下，有个东西叫做这个有个营养素叫做牛磺酸，牛就是那个牛，那黄是一个黄色的黄，中间一个旁边一个石头，牛黄酸性的酸，它可以增加我们头发的强度，促进头发的生长，然后促进胆固醇的分解，降低血脂肪，抗压抗疲劳，这个可以让这个生命健康，消炎解毒，保肝利胆，
还有可以调节中枢神经血压，它的原理是激活内杯锥系统，反正呢它可以调整我们身体的种种的也有血压的，还有这个它的功用好多那么呢这个可以帮助人家入睡的那牛磺酸存在于食物的哪一些食物呢海鲜那海的鱼啊贝类啊海洋植物紫菜墨鱼章鱼虾贝类牡蛎海螺蛤蜊青花鱼竹夹鱼沙丁鱼紫菜那这个多多摄取这类的食物牛磺酸容易融入在水进餐的时候呢这个鱼贝类煮的汤是很美的就可以摄取这个营养素让大家知道一下而已，这个只是一个健康新闻而已当然饮食还是要均衡哦。来看看今天的金头脑题目是师尊教导大家如何做大悲咒水如何做大悲咒水，我看看好几天没有报告那个大家上一集的资料了，哇这个是谁那个金头脑活动七次答对的，从12月10号到最近的23号的我看有甘凤丽 Decades 肖命O'Connor John MY 张瑞文红豆汤 Kelly Brana Shirley Lin 张素珠林玉珍黄玉珍优美赖李东代吴秀吉何祥腾 John Shergo 黄晨 Loya Bo Richard Jun William Go Daddy Fong Lisa Lin 王国慧修敬甘凤丽红豆汤林娟 Jenny DanLotus May, 孝敏 Bogner, 还有 Jalin Easter, 彩娟 John MY, Katie Brana, Shirley Lin, 张瑞伦张素珠，谢谢你们几位。我们都会贴一个送你一个图贴，感谢你参加金头脑的题目。心仪奖修解决佛风入三摩地观想师尊的加持的白光照进自己的身心中脉心轮呼吸细漫长所以最近呢都在跟大家分享真佛密中密真佛法中法，你修法修对了吗？有修很好，但是还要修准确还要修加持你看这个修九觉佛风，昨天就介绍修九觉佛风的对不对？哇这个是你的身体深度清洁业障很重要的李东代讲修九觉佛风精神很好冰花带着这个呼吸细漫长的完全的呼吸。那甘凤丽讲修解决佛风的时候会拿师尊的法相观想吸入白光呼出黑气Richard Jun 也是讲这个人有诚心佛有感应，诚心去祈请再发菩提心佛菩萨自有感应这个是寂护讲实修四加行日子一久慢慢就会这个慢慢会越来越进步的意思了。好，谢谢大家。今天呢要跟大家讲什么真佛法中法，今天的两篇文章师尊文章都要跟大家介绍口诀了，修法口诀。大家就知道修法要一开始要修什么，四无量心观对不对？右边是父亲及父事的祖先，左边是母亲及母事的祖先，前方是冤亲债主，后方是六亲眷属，周围是六道众生，上方有真佛宗的传承渊源，大日如来佛眼佛母莲花童子莲生活佛师尊，还有红黄白花四教祖师，等于你的修法是一个大曼陀罗，都对大家同归于尽清净的尽了。这个是四无量心观。那四无量心它的口诀是什么？大家知道都是慈悲喜舍对不对？愿诸众生具足乐极乐因是慈无量，愿诸众生脱离苦集苦因是悲无量，愿诸众生永住无苦安乐是喜无量，愿诸众生弃爱憎住平等是舍无量，还要念他的咒发菩提心文对不对？还要这个发菩提心，愿我与一切众生，愿我所做的善事都回向众生一起成佛，还有发菩提心记跟咒。哇，我一下子给大家背那么多，可是真正四无量心的口诀是什么呢？刚刚我讲到这个
这个前面的慈悲喜舍、慈悲喜这三个呢，三个心呢，哎，你这个就是这个就是以上三个心舍之而不执着，哎，就是你对众生希望他好，希望他离开痛苦，希望他常常欢喜，对不对？那一切都以众生为主，那就是心里面是一直发菩提心，在回向众生，就是舍了啊。这四无量心呢，如果你修成了，你会到什么阶段呢？师尊讲，依照禅定的修持，会到色界梵天。哇，大梵天王大家，色界梵天，所以呢又称为四梵行啊，大梵天王的梵啊，四梵行。那这个呢，为什么他修光修这个心而已哦，修这个心量，希望常常的为众生好的这种心，哎，为什么可以到色界天呢？因为无量心引来无量之福。哎，有一次有个分堂的同门，哎，分堂的弘法人员吧，他堂主跟我讲，哦，他们要做放生，我说放生很好啊。他说放生呢，可以这个让众生，让同门呢解救了同门的生命危急之难，放生解除业障，消除业障。我听到了这句话，我是觉得，接引出击很好，对不对？因为呢，我们过去是不知道杀了多少的业，那的确放生也是。这个让众生能够，哎，这个再挽回生命，能够跟他结缘，对不对？啊，帽子很好看，嘿嘿，这个两层的耶，谢谢。啊，所以这个放生，这个可以，这个大家要报名放生法会。大部分大家的心情是什么？我们的观点是什么？很多人都是想要息灾消业障，对不对？可是呢，如果以四无量心观来看，哎，其实根本也不用管自己，你只希望说这些众生啊，对不对？这些动物放生的动物能够皈依世尊，能够结佛缘，能够开启心智，对不对？我们会为他念心经。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消除业障，我们会为他念七佛灭罪真言，对不对？最后放生的意义是什么？让所有的众生，这些放生物能够皈依，有佛缘，业障消除，然后呢能够很圆满的结束这一世，将来能够进入修行，甚至进入到极乐世界的净土，希望他们好，而不是想到自己，你们说对吗？这个就是在四无量心的体现之下。所以呢，我们在做一个法务，刚开始是为自己消业障，哇，业障消业多越好，对不对？可是到后来呢，自己也不管了，只希望对方好，希望呢好像这个爸爸妈妈，对不对？自己吃的少，或者说有好吃的东西，总会留给自己的小孩，对不对？那最后呢，你修慈悲喜舍也会有这样子的心，你看到众生路边的小狗正在挨饿啊，呵呵，哦，你这个车子经过，你会哦希望师尊佛光给他加持，欧咕噜连声息地后，就常常这个回向众生的心。有时候你看那个新闻，对不对？哇，那个当官的那么差劲，对不对？每次那个油价一直涨，然后呢，这个中间。这个有些事情，对不对？又什么连师尊都知道台湾那个莱猪的问题，对不对？有毒的美国的莱猪的问题，哇，大家都很生气。可是呢，换一个角度来讲，希望所有的官员、所有的众生都有佛缘，能够发慈悲心，能够多为老百姓想，希望他们能够很有佛缘，对不对？所以梁王宝忏，我们有一段拜忏是为所有的政府官员、总统，所有的高官来拜忏来回向，就是这样。不管他这一次他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对不对？他的这一次，因为他可能忙他的这个政务，他比较没有佛缘那么强，但是希望呢，
能够累积这个佛缘，就是每个人人也没有说每个都好，也没有每个都坏，大家各有因缘，对不对？那你这个根据众生的因缘，希望他们能够越来越有佛缘，越来越好，越来越善良，越来越净化社会，用这样子的心，而不是一天到晚有没有有一种人的心就是怎样反社会，嘿嘿，哦，反社会，反这个哇，这个反对这个，反对这个，抱怨哦，怨恨，仇恨，问题是你仇恨有什么用？你生气有什么用？那因为他有这个福分，他能够坐这么高的位置，那是他的福分。只是说那个希望福分不要用完，希望能够在福分里面，在这个多多体会老百姓，那希望他有这个佛缘，对不对？这样回向就好了。所以人间啊，还是要多多回向。你看师尊，新冠肺炎，美国现在哇，每天都很多人呢，10-20万呢，那有的新闻还讲说30几万的，每一天哦，确诊的人数哦，对不对？师尊为了新冠肺炎，每天都在修法，那1点修到3点，好、哦、凌晨哦，那3-4点又静坐，对不对？师尊多么辛苦哦，不是1天2天哦，也不是1个月2个月哦，是从这个新冠肺炎开始，他就一直修到现在，非常厉害。你有看到师尊在抱怨谁吗？大家看看，师尊知道这个是人类的共业。听说啊，疫苗要发明出来了，等一下，这个疫苗又变种了，叫人类的共业吗？那你抱怨有用吗？你要用慈悲喜舍来代替抱怨，代替仇恨。当然，有些是政治的因素，有的是经济的因素，太早开放了。有的呢，这个人民哦，有的国家的人民向往自由，只顾自己开心，然后不管别人，那到处去传染，对不对？那你怨恨，问题是怨恨有用吗？就一起回向，希望这些众生都能够有佛缘，都能够光明，对不对？所以用慈悲喜舍来代替仇恨的。好，所以师尊在《密藏其中期》里面讲无量心之观哦，发愿度众生的行者哦，这个就是要修圆满大觉无量心呢。你常常修这个无量心，慈悲喜舍，你就是一种平等，爱跟恨没有爱也没有恨，都是平等平等的广大平等之心，那么呢就可以到色界梵天了。因为无量心得无量的福分，所以师尊要大家修四无量心呢。那怎么修呢？将自身转化成微尘身，对不对？一个慧君变2个，变3个，变一大堆慧君，一一父母，一一冤亲，一一众生都化为自己，对不对？所以呢，这些众生也可能是你的过去七世父母、七世兄弟姐妹、七世的眷属，或者更多世的，对不对？所以呢，你在怨恨他，搞不好你在怨恨过去世的父母，可是他对你有恩，哦，所以把这些众生都观想化成自己了，其实这是自己，也是一一父母、一一冤亲、一一众生。当自己变化成一一众生的时候，也就是证得什么无我2个字。所以呢修说修无我，无我怎么修啊？师尊以前就讲了啊，这个呼吸，对不对？啊，一呼一吸，一呼一吸，此我非我，对不对？那吸气的时候念此，然后呼气的时候念我，然后呢在吸气的时候念非，然后呼气记得念我，此我非我，此我非我，也可以修正无我。修正无我的方式有很多，那这个是修的。可是呢，在我们的内心的 EQ， 我们的心啊的关照里面，还要观所有的众生，一一变成自己了，就可以证得无我。这个无我呢，就是四无量心的大口诀了。
师尊讲要一个人能够忘记自己，合于三法印，诸法无我，对不对？要能够慈悲喜舍的人一定是无私的人。你看师尊没有私心，还在为新冠肺炎的众生来做回向，这个等于是天天在做超度法会哦。我们看一下那个，看一下资料哈。这个一天之内，我看这个，一天哈、有多少，已经有多少人这个确诊或者师尊要超度的？我们看一下，最新的资料哦。美国最近没有登圣诞节，干脆没有统计了，对不对？哇，没有登就差很多哦。好，那全球单日的哈、有32万，不包括美国，单日的确诊32万4000多，全球已经累计了有77672，是不是7亿7672？7767万人，在7000多人啊，7000多万人确诊了，目前总人数7000多万人全球确诊，全球的死亡人数有171万。师尊连续几个月都在超度这些人，单日的死亡人数有8700多，而且还不包括美国人。哇，你看看，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是很辛苦的。如果没有这种无我，那种很大的爱，对不对？那人家死活关你什么关系？这师尊大白莲花童子降到人间，他的目的就是要为这个帮助阿弥陀佛来超度众生。师尊呢，在这个当初哦，见到了这个药师金母帮师尊开天眼，师尊知道极乐世界，玛哈双莲池，师尊知道自己是大白莲花童子，他就发愿怎么样，本身碎骨度众生，对不对？众生的死活，众生的快乐还是难过，那跟你有什么关系？可是为什么人家的菩提心竟然那么伟大？所以那种功力越大，正量越大的责任真的是越大。那你看师尊是这样子在修正无我的哦，所以要进入无量心的无我的思想，他师尊说有四个步骤。第一个呢，先明白世事无常。你在去年这个时候，你会想到有什么？去年12月开始有新冠肺炎。那前年呢？今天这时候你可能在过圣诞节，你也没有想到新冠肺炎。可是呢，就在短短这一年里面，大家有的封城，有的确诊，有的怎么样，经济那各方面的这个动荡，对不对？所以世事无常哦，要先明白。第二个呢，要想诸法无我，所有的东西到最后都是空幻的。慧君呢，这个今年56岁，我告诉你们哦，我最近瘦了6公斤了，啊哈哈哈！我告诉你，也是虚幻的，你没想到对不对？好像最近师尊开始都没有讲慧君胖，不知道谁偷偷告诉他慧君最近正在做间接断食哦，168断食，哇，那个。这个呢，身体到我将来临终也是虚幻的，也是无我，根本就没有这个我，对不对？最后还是无我。再来说，第一个明白世事无常，第二个呢，明白想诸法无我，所有世间的万事万物的现象，毕竟都会回到它原来还没有起来发生的状态，是无我了。哇，第三个呢，想想哦。在很久很久以来，很多事很多事很多事，很久之前，对不对？你的父母兄弟子女朋友以及6亲眷属还在轮回之中，不知道要出离苦海。那你今天有学佛，可是呢，你过去世的那些
冤亲债主，那些兄弟姐妹眷属怎么样啊？对不对？他们还在轮回，还没有脱离苦难，对不对？还等待着我们去救。所以众生的我执太重了。虽然你能够学佛，你能够珍惜法缘，能够听读书会，能够修真王密法，可是还有很多人还是没办法修法的，对不对？哦，甚至轮回的三恶道的都有哦。所以有一次在这个中秋节的那个圆桌问世，有一个人就问师尊，他的父亲往生到哪里？师尊讲往生阿修罗道，还有个往生畜生道，他的这个过去的亲人。所以你看看哈，对，所以呢，有的人可以解脱，有的人不能解脱。那第四个，我及众生为无明所缚，我们到现在为什么还是在这里，还没有开悟证悟成佛呢？因为呢，我们有无明，有习气啊、哦。那因为这个困惑的这些业障啊、哦、的循环，那今天知道这个因缘呢，所以呢啊，这个知道要修行了，然后呢运想自己的父母、六亲眷属及一切众生，跟他们合一，求师尊、佛菩萨加持他们眷属能够早日脱离困苦。所以为什么修四无量心观，观了这些眷属，最后每一个都变成自己，或者每一个都变成莲花童子，大家一起合在什么大白光明之中。所以明天念咒经瑜伽，念咒经瑜伽，我们这个跟大家预告哦，我们会念一尊度母，叫做弘音度母。哇，它可以息灾，可以增益，可以敬爱，可以降伏，哎，最主要它是满愿的度母，满愿的菩萨，它还可以守护保护你的全家哦。哎，哇，很多同门留言了，看看甘凤丽报告上师，这么多年来不能去旅行，常在家里煮食物哦，哎，哦，胖了三磅，哦。你自己调整啊，对不对？你已经够瘦了哦。那个现在有一种病叫做肌少症，肌肉太少，肌少症哦。所以呢，只要你是在健康的范围、合理的范围，胖一点，我觉得还可以啊。监视令，哇，麻六甲的师兄哦，每次师尊提到慧心都很开心哦。啊，张平师姐上来了，黄晨、辉明娟啊、归峰凤啊。好，威廉师姐、徐玉芳，还有这个 Estina Wu 啊、高令，那这个啊，这个舒淇啊，啊 Lisa Lin、美元莲花、Joey John 啊、Linda Wan， 哇，这些很多英文 ，Joey 一旦啊 ，Annie D M J， Joe Dagyong， 好 ，Sandy Dai 啊 ，Annie D 啊，高令，还有哇，这个辉明娟啊 ，Lisa Lin 的功课了。好，所以呢，这个修无我，有四个：第一个观无常，第二个观诸法无我，第三个呢观你的过去世的兄弟姐妹眷属，他们还在轮回，他们还没有办法脱离苦难；第四个呢观想，就想说你今天能够修法了，那跟他们合一，一起修法，观想他们修法，观想他们合一，观想佛光铸造他们。将来能够脱离苦难，一起修正哦。好，所以何谓无我？师尊讲，我们可以想一想，我的一切的名字是真实的我吗？莲花慧君，好，有人出家了，对不对？那个名字也变了。那我是以前叫王慧君，现在叫莲花慧君，对不对？哇，但这个名字呢，给我用到后来，将来我往生了也没有这个名字了，或者有这个名字，但是已经是别的人的了，哦，同名同姓。这名字呢是真实的我吗？当然不是咯。我的肉身是真实的我吗？当然也不是。这些都不是真实的。人的身体是由因缘和合而成的，他的心事上的变化也是这个色受想行识五蕴，哦，所这个成的。那这个离开这些事本来就是暂时有的，好，我根本不是这个独立的啊，只有我是假有，就是这个暂时的存在，我们讲说是暂时的存在，
有我是一切烦恼的根源哦。师尊家讲怎么去观这个我了，明白无我的道理，四无量心就可以修行了哦。所以你修四无量心呢，很多人会比较这个在意自己，对不对？有的人呢同样大家都很发心，大家都护持师尊，可是一做法务呢，我做这个法务是遵照师尊讲的，然后只有他讲没有别人讲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大家都是遵照师尊讲的，可是呢你要不要听大家一起的意见是什么，而不是呢哪一句师尊讲的话就把所有的人都打死了，对不对？那就很好笑哦。所以呢连法务连佛法都不能够偏执，对不对？有些事情是有因缘的，有变化的，然后呢你还是要广纳所有人的意见啊，以圆融谦卑为要，对不对？哦，所以呢哇，这个无我真的是一个非常高深的功夫哦。过去常有人问师尊如何改变自己的命运，师尊讲心若广大平等何以改欲。哇，那如何广大平等呢？无我，对不对？所以以前师尊呢他到了一个什么师尊到了一个湖，那到了那个湖，那个哇湖光这个七彩，对不对？谁在那边湖神就说哇我的光很漂亮，那师尊笑一笑，对不对？等一下湖神呢就说那连生活佛你有什么光，师尊就指指他的心，结果湖神就往师尊的心一看，哇无量无边的佛光，无量无边的宇宙，就是师尊的心宽广无量无边，对不对？所以四无量心师尊是真正最有资格去把它这个讲出来提证出来的哦。所以呢哇，你看他到现在已经证悟了成佛了，已经是76岁了，还在为新冠肺炎的众生来回向。你们看有谁天天这样子在做超度呢？真的是师尊真的是非常伟大哦。师尊讲坦白说，若有一个人能够修行达到无我无我的境界，这个人的心已经无量无边了那所以自然诸天都是他的护法了。所以呢我举个例子，刚刚就讲连做放生你只想放生的这些众生能够得到幸福，得到佛缘，得到皈依就好了，连自己什么有没有消业障都不用想，你只要静静修行，其实自然就会消业障，你自己常常帮忙法务也会消业障，你静静的修四加行金刚心菩萨也就会消业障，不用执着说这个法务要消什么业障，那你只是无所求，对不对？无所求心普空寂，无所求的心来回向众生一起证道就可以了就是这样。所以修成无我，身体已经化成空了，可以小到像灰尘一般的任何细致的质地都可以入，哇身体可以变小修正无我的人身体也可以变小，身体也可以变大，大到整个宇宙哇无我的境界述说不尽，四无量心能够远离一切的分别所以他的 EQ 很高有人跟他抱怨有人看不起他，他一直想怎么样他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心，有时候替他对方想他自己的那个动机在哪里，就比较没有那么生气了，而是比较包容去体谅，然后呢也不去正面跟人家冲突，正面去解释也都不用了。这种无我是破烦恼的，断烦恼的，破分别的大法了。无我至小，无我至大，无我者一切罪业全部灭除，等于进入空性了已经无我，那什么叫罪业呢？四无量心的大口诀就是无我了。哇，今天的时间过得很快，我好像只能讲两篇文章哦。好，节目中间我们一起来请佛注释，祈请伟大的根本传上师
愿师尊常住世间，常转法轮。我们唱上师心咒：嗡咕噜连声悉地哄，啊嗡咕噜连声悉地哄，嗡咕噜连声悉地哄，嗡咕噜连声悉地哄。嗡咕噜连声悉地哄，啊嗡咕噜连声悉地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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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咕噜连声悉地哄。嗡咕噜连声悉地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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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咕噜连声悉地哄。嗡咕噜连声悉地哄，啊嗡咕噜连声悉地哄，嗡咕噜连声悉地哄，嗡咕噜连声悉地哄，悉地哄。感恩师尊解下珍贵的法要，感恩师尊教导我们什么是四无量心，而且您身体力行亲自示范，您是真正正德的伟大的无我大秘密主，您是宇宙十方的真佛，愿你常住世间，常转法轮，无住涅槃，佛体安康，一切圆满吉祥。嗡咕噜连声悉地嗡。哇，谢谢 M 九师尊掌声鼓励。下篇呢，要跟大家介绍什么？也是真佛法中法。真佛法中法的一篇文章叫做《结界的口诀》。哇，密教有四重结界，甘露王真言：嗡阿弥陀吽叭，对不对？嗡阿弥陀吽叭。还有披甲护身也是一种结界，金刚临出法结界，大白伞盖结界。大悲咒水法结界，哇，有很多结界。结界啊，到底它的口诀是什么？好，今天的金头脑题目是说，师尊教导大家如何做大悲咒水的结界。等一下呢，问大家，等一下呢，要跟大家报告我们师尊伟大的开示了。好，师尊讲，曾经有弟子问师尊：“师尊家里不平安。”有阿飘飘来飘去不安，睡得怪怪的，请问师尊该怎么办？师尊讲结界。那如何那个密坛要如何清净，对不对？修这个法上去修法就是没办法修，或者打瞌睡没有办法很专一的把它修完那希望密坛能够清净怎么办？师尊讲结界。哇，那结界呢，在真佛密法里面有什么？地结界、四方结界、虚空结界、火焰结界、大三昧结界，对不对？观想金刚诀，你看师尊曾经有透露，他睡觉之前观想这个大地房间啊地板全部都是金刚诀出力。那四重结界还有什么？金刚墙、金刚火网、金刚火焰，对不对？这些都是结界的。好，那师尊讲结界呢，就是遮恶持善的意思啊，把恶的把它弄走，好的留下来。这个遮恶啊，遮止那个恶的，好，分开迷雾善恶之界，退恶类助善之法，意思就是说。把那些恶的不好的把它隔开，这个是我这个清净的地方，我要修行的，你们不可以进来。
未经批准不可以进来的，对不对？对，师尊的家南山亚瑟怎么样？他那个前面也是两只狮子，哇，那个狮子很凶，那个阿飘要进来，把它咬到粉碎，对不对？哦，所以呢，这个师尊的家是充满着结界的哦，有一篇文章好像是师尊奉请大威德金刚，哇，这个师尊不但是家里结界，他身体也是结界的，他走到哪里护法都跟随护持到哪里，毛孔中所有的护法神全部护持师尊，哇，所以师尊的光走到哪里，对不对？说的阿飘的咻跑来跑去都吓跑了，对不对？这个就是结界哦。好，安坐结界呢，寺庙呢，要开光的，对不对？安坐结界也是一种结界哦。好，那结界又分自然界跟自然的界跟结魔界哦。那师尊呢，喜欢叫人家用什么结界呢？大悲咒水结界。哇，谁生日啊？王国会师兄，嘿嘿，生日快乐！哇，祝你 Happy Birthday 哦，嘿。好，林子莹，还有苏金丹，那苏金啊，哇，大家都非常关心，陈秋风也上来了。好，那再来就是说，大杯咒水怎么结界呢？当然，你拿的这个一个杯子装清净的水，这个呢是三山印。就是驱中指、无名指，那变成一个架子，那放上面挂着一个杯子，对不对？假如这是一个杯子，三三意，然后这个是杯子，然后这边右手就见觉，然后呢念大悲咒啊、你可以祈请师尊放光助照，祈请师尊放光，奉请大悲观世音菩萨，念大悲咒念很多遍，念到观世音菩萨下降了，法流下降了。或者观想观世音菩萨放光助照，毛孔呢他进来之后毛孔流出甘露水，充满这个大悲咒水也可以啊、用了这个大悲咒水。好，那就是大悲咒水取得了在哪两个日子呢？你要看农民历，一个是除日，除掉的除，一个是定日，安定的定，除日或者定日。除日呢做法像替身法也是用除日的，专门在赶走这些邪会那个歪邪污秽的不清净的，就是用除日的，不过安大黑天，在门上安大黑天是在除日的下午一点以后都可以，对不对？还有替身法也是用除日你修完法，除日修完法，在后门送走替身，再来就是大悲咒水的那种洒净，也是用除日。还有定日呢，安定的定，就是让你能够很安定的除日或者定日，你选一天哦。先向师尊、佛菩萨、诸尊给他祈祷，然后呢，再遍洒房子的内外，由内想洒向外，里面洒在外面。对不对？就是把那个不好的从里面一直扫出去，一直扫出去。由内往外洒，可以观想洒这个大悲咒水的时候呢，矗立什么白色的金刚杵，对不对？观世音菩萨是白色尊，洒一下，洒一下，哇，那个水变很多，很多金刚杵，哇，沾满了你的家，或者很大只的金刚杵，罩住你的家，都是一种结界的，这个就是简易的大悲咒水结界的。但是你明白吗？能够写这个几个重点，我们就算给分了，对不对？一个是除日、定日，还有洒大悲水，然后观想金刚觉，白色的金刚杵哦。好，那自然的结界哦，也可以大到整个宇宙十方或者一个星球。或者一个州或者一个国，那结魔结界在这本书里面师尊讲到结魔结界哦，你们有看到这个呢哇，不过这个齁、旁边这一排是种子字，我可以用这样子吗？这样子你们看不到齁、一定要用这样子的话，不过这个字是倒反的齁。第一个字是 on， 嘿 ，on 啊 ，on 的 on，
第二个 OW， OW 那个是那个样，对不对？哦，然后呢，第三个是一个圆圈，在一个 I 的样子是让。那第四个字是 R， 那下一个是 Hong， 哎，它的咒是 On R Hong 火煞，哎哎火，哎 On Hong 真色啊，那个黄财神的心咒有个口在一个色，有冇？哎，不是黄财神的那个这个灌顶的咒有个 On Hong 真色啊，那个色呢就是一个口在一个宿舍的色。那这个咒呢也是 On R Hong 火色。如果你们要修这个法呢，祈请可以写信求师尊给你们灌顶哦。好，第一个呢 ，on 字，再给你们看清楚一点。第一个是 on 字，因为呢这个是直播哈、哦、拍的，所以呢它是其实是倒反的嘿嘿嘿哦。你们大概这个字就看了就知道了。那详细的修法，你们再看这个师尊的文集《真佛法中法》就好了。师尊讲了第一个 on 啊，观想宇宙啊，那个 on 啊，宇宙意识，一切都变为虚空真空 on 啊，先观空。再来第二个呢，观想这个有没有 ow 嘿，蓝色的风嘿，那个字念样啊，那先观虚空，再观样啊，有蓝色的风嘿在吹。第三个是那个好像 oi 的，对不对？蓝色的风，再来风的上方有个让字。让字呢，让字变成三角形的火焰。再来下一个是二字，二字呢这个火焰哦变成了一个网，渔网的网，然后呢变成网像伞盖一样罩住。再来下一个火焰烧在伞盖上，就是外火金刚网。再来下一个呢，观想行者你的心轮有一个控字，你看最后一个是控字，对不对？然后呢，控制放光射向金刚网，然后金刚网火很烧很大哦，然后视为内火金刚网。好，第七个，再将这个金刚网的内外火网，从哪到算了，内外火网网住你的住宅，就是住宅结界；网住密坛，就是密坛结界；网住一个庙，就是庙的结界；网住一个国家，就是国家的结界。网住一个州，一个宇宙都是结界了，嘿。那这个呢 ，home 就是火，哦，这个火就是可以这个秽浊清净，那个，哇，这个二字，嘿，是网，嘿，金刚火网，就是布满扩充 ，home 字就是真空，加持真言 ，on 啊 home 火射，嘿，我暂时这样念。不过呢，咒字还是要请师尊。再来跟大家讲哦，还是以师尊的咒音为主啊。金刚王火这个法叫做金刚王火，它呢有个战绩，伞盖火网大博瑞，抵战上师啊，根本上师，抵战上师来结界，伞盖火网大博瑞，金刚真空妙智中，黑魔邪鬼皆逃遁，那我只是大概念过去了。如果你们想知道这个法，请看《真佛法中法》，这是一个金刚王火的结界哦，可以结界整个家宅，好、结界密坛，甚至结界一个很大的地区了啊。所以呢，这个结界它的口诀是什么呢？真空妙有。那所谓空呢，不是什么都没有。如果空什么都没有，那个就是完空。那一个真空呢，它可以真正的空性，它可以因为利益众生的因缘而产生的妙有，有没有的有哦，对呢，真空能够生万法妙有，而一切都是哦，很自如的，这是真空妙有，真空之理啊。那观空呢，是一切事物的根本。我们呢每次在修法都修观空，对不对？还有念观空咒，观空。那妙有就是设立一切的法，为了利益一切众生设立的这个法啊，这是真空妙有。所以真空妙有是一切法的口诀，结界的口诀在真空妙有，四无量心的口诀在于无我，这个都是真正无漏的智慧，佛菩萨的智慧。这个真空妙有，不但是
结界的口诀，甚至是万法的大口诀。哇！好像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再来赶快介绍《活佛之歌》的第四册《光明的心》跟《超越烦恼》。那师尊讲释迦牟尼佛是开悟的如来，那如来开悟了，他应化到人间会不会生病？师尊讲他有那个骨头骨刺的毛病，哇，还有偏头痛的毛病，还是会，只要是人生的都还是会生病。你不会讲啊，佛怎么会生病？佛是人肉做的，应化到人间还是人肉做的，还是会生病。有一天慧君也会生病，对不对？你说慧君是上师，怎么会生病？我是人肉做的啊，难道你不是人的肉做的吗？对不对？都是会生病的，但是他心灵是没有病，肉身会视现因缘的。不过呢，虽然是会生病哦，这个生老病死是一个正常的循环啊，但是大家还是要养生，还是要注意健康了。好，所以呢，这个如来呢，我们的如来是开悟真理，是一种新的光明，身体自然衰老，那个是自然的现象，可是心灵却是开悟的。你能够改运，就是让你自己的本身的心去运转的，对不对？刚刚我念过了哦，对不对？在念四无量心观，如何改变命运，就是改变自己的心，变成无量宽广的心，就是改运了。那当然也要改正自己的习气了。所以师尊说，我们今天修行呢，都是在追求什么广大的心、光明的心了。那释迦牟尼佛开悟成佛，他不是一世成佛啊，他是五百世的修行。那像我们，对不对？你看莲灯上师，师尊一加持，他中阴成佛，莲性上师成佛，对不对？哇，传承的加持力。你念四十法五十颂，你就知道根本传承加持的厉害。勤修无量劫，难证如来果，精于一生中阿舍离四语，有没有？修了无量劫都很难证悟佛果，但是在这你在这一生中得到师佛的加持，那要配合你的精进实修，那依照师尊的法教而证得佛果。所以师尊的加持很厉害的，那个释迦牟尼佛居然是五百世的修行哦。所以我们弟子呢，讲说念几天佛，几天几年的佛就要开悟，有的人要求快哦。当然师尊说，我们还是要很耐心的修持，也不能求快。我们花的心血不是一世，是累世的，好。不要吃了三天青菜就想爬上天了。那再来呢，就是讲师尊讲那个我们大家像这几天有他们讲，上师我们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往生麻哈双莲池，对不对？有没有人要继续六道轮回的？有没有？请举手。当然没有，对不对？但是呢，我当时有跟他跟大家讲一句话，发愿往生麻哈双莲池很棒，再来你有没有发愿要修到一念一心不乱？这个是你的 Visa 移民佛国的 Visa。 所以师尊讲哦，阿弥陀经讲得很清楚哦，第一个你要往生的条件，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还是要行善，你要端正身心，你要守戒，你要做很多的善事来累积功德。第二个，你要修到一心不乱。所以呢，你在修法，在念咒，你的那个念咒的念力，所以一心就是让你的念力能够发挥很强的频率，能够激活。我们现在那个手机还是电脑用语讲激活，对不对？激活密码，然后能够通密码，然后呢，你就直接进入网站。我这样讲比较快，对不对？一念就是通密码，就是通电了。所以呢，一定要修到一念。一念呢，你这一生里面，你都一定要修到一念。就算你在念咒，你观想也好，用听的也好，用看的也好，用念的也好，用祈祷方法也好，
用各种方法都要修到一念。为什么？一心不乱，你没有修行哪里来一心不乱，对不对？哦，所以呢要修到你，所以明天有念咒经瑜伽会带大家，哎，观想师尊怎么入我，我入。还有呢，我们要特别提醒后因度母啊，他是满愿的祖尊，又可以守护结界哦，守护你们全家哦。好，那师尊讲我们学佛呢啊，就是这个佛只开出两个很小的条件，师尊讲啊，一心不乱，还有要做善功，积功德行善，不可以造业。你没有善根，哎，就算过门也没有办法进来。你看西雅图雷藏寺附近的人，哎，这个经过，但是也是没有进来的，也是有啊，对不对？哎，所以你释迦牟尼佛时代啊，啊，那个城东的那个老太太看到如来，哎，她也是闪过去啊，对不对？没有佛缘，没有福缘，看到如来，看到正法就闪过去了。所以呢，我们这一世能够皈依学佛，都是过去世就种很多的福分，种很多的福田哦。哎，那所以师尊讲哦，他常常合掌念阿弥陀佛，一心观想佛在眼前，放光射招，而且进入佛的心中，一心合掌念佛。吃完饭，师尊呢，哎，有一阵子他就是到绕着密院走，或者绕着雷藏寺。跟大家一起念佛一心，对不对啊？然后呢，师尊讲说他怎么修一心呢？就算他在坐飞机，飞机呢能够保证平安吗？现在坐飞机也很危险，因为很多新冠肺炎。哎，我差点要这个一月份差点要坐飞机了。哇，现在已经是25号了，哇，已经差一点要坐飞机了。哎，哇，所以这个，本来买一月份的机票啊，一月上旬的机票去西雅图，恐怕要延期，因为现在美国疫情还是很严重。那到了美国呢，当地的这个道场的我们雷藏寺也是，他们也是对的哦，要求要做这个检测，看看你有没有这个确诊，对不对？这个是对的。那这样子的话，万一那个在飞机上受感染的话，那怎么办？哎，就要住旅馆14天。那14天有一个人哦，他住旅馆14天之后，那14天过后他以为没事走出来，结果后来收到通知他已经是确诊了，可是他14天之后他已经接触了很多的人，所以呢这个都还不能够保证哦，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只好再把它延后了，哦，所以呢，师尊坐飞机呢是怎么样？他把自己的心、身心都交给阿弥陀佛。他本尊他说观想阿弥陀佛住顶，哎，那住在头顶啊，合掌念佛，稍微禅定一下，对不对？那就是上了飞机之后，就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这架飞机，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驾驶员吗？他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阿弥陀佛，哎，阿弥陀佛住顶，观想他，念他的咒，进入阿弥陀佛的心，其他的不管，就是一心。所以最近呢，在修法，对不对？我们不是有入我，我入观吗？明天念咒经瑜伽，要入我，我入，我入的话呢，自己的佛性光明圆觉，沿着中脉上升到你的本尊或者师尊的心中。我告诉你，我已经在练习了，将来往生的时候要移民，嘿嘿，就要先练习了。那你这个中脉要能够通，我告诉你，九绝佛风千万不可以忽略，九绝佛风非常重要，它走中脉的，左脉右脉中脉啊，九绝佛风。那再来就是练你的内火练气了，哎，那你将来才能够，所以九绝佛风也是帮助你修法一心的。关于九绝佛风的修持，在昨天的读书会直播会有跟大家完整的报告。好，那今天的这个两篇文章还有开示已经跟大家报告完了。节目最后，我们跟着伟大的师尊来一起唱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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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我们感谢师尊的加持，感谢督尊，感谢阿弥陀佛，也感谢大家。今天呢，跟大家介绍啊，什么叫四无量心的口诀：无我，对不对？要观无常啊，要观这个我啊，是一时暂时的，哎，诸法无我的相。再来呢，观你所有的六道众生，哎，过去世的这些六道众生父母眷属都还在轮回。第四个呢，观你与他们合一，然后大家一起修正成佛，学会四无量心，将来可以到这个半，那个大梵天，色界的大梵天。因为无量心就是无量福分，师尊讲改变命运，先改变自己的心，变成无量的心。再来是结界，结界的口诀是什么？真空妙用。师尊有传大悲咒水的结界法，有火网的结界法，很多的结界法，大家呢不用每一个都结界，选一种就好了。再来师尊就讲，哎，我们要珍惜这个法缘，对不对？不要修一下子就马上要成就，而是呢要修到一心，对不对？要有福德啊，修福德，还要修智慧，修到一心一念，将来可以到麻双莲池乐。谢谢师尊伟大的开示，给师尊救命。I say do, yappy, bling bling. 好，明天晚上星期六了，在念咒经瑜伽莲花会经的 YouTube 带大家念奉音度母，还有带大家修啊，这个根本上师的入我，我入哦。还有拜托大家给我按赞、转贴、分享，功德无量。那这个欢迎加入我们的会员。按这个我的脸书首页按追踪就可以了，给大家么么哒，么么哒，哇！好，祝师尊师母大家圣诞节快乐，耶！拜拜。